약속한 거다. 내가 널 내 옆에 있으라면 넌 언제든 있을 거란 약속. 韩国女星宋慧乔在不少戏剧中总是扮演温柔婉约、楚楚可怜的角色，但现实生活中的宋慧乔似乎没有这么好欺负。有韩国网友谣传她被高官包养，谣言一传就是三年。宋慧乔去年二月一口气向41名网友提出诽谤告诉，当中24个人遭到首尔中央地检署起诉，各被判台币13000块到26000块不等的罚金。你好，我是宋慧乔。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宋慧乔强悍，坚持提告，支持她的粉丝一片叫好。因为早在2008年，女星崔真实就是因为被网友谣传放高利贷，逼得她想不开，走上绝路。因此，宋慧乔特别透过声明表示，绝不宽待这些恶意造谣的人，捍卫名誉到底。